蓝山绿在家被蓝略边吃饭篇啊，诸上善人大家早安。阿弥陀佛。啊，请放掌。我们打开，在打开课本之前啊，我们一样啊，在把这个七佛传法记跟略教戒一样，我们再把它熏习哈。这个是七佛传法原汁原味啊，这个所谓的传法记哈，那我们大家合掌。毗婆师佛传法记，身从无相中受身，犹如幻出诸形象，幻人心事本来无，罪福皆空无所住。好，略教戒。忍辱第一道，佛说无为罪，出家恼他人，不明为沙门。施弃佛传法记，起诸善法本是幻，造诸恶业亦是幻，身如巨墨，心如风，幻出无根无实性。略教戒。譬如明眼人，能避险恶道，是有聪明人，能愿离诸恶。毗舍夫佛传法记，假借是大以为身，心本无身因尽有，前景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略教戒。不谤亦不忌，当奉行于戒，饮食知止足，常要在空闲，心定要精进，是名诸佛教。拘留孙佛传法记，见生无实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诗人与佛何殊别。略教戒。譬如风采花，不坏色与香，但取其味去，比丘入俱难，不违逆他事，不观坐不坐，但至观身形，若正若不正。好，居那含摩尼佛传法记，佛不见身知是佛，若实有知别无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于生死。略教戒。心莫作放逸，圣法当勤学，如是无忧愁，心定入涅盘。迦摄佛传法记，一切众生性清净，从本无生无可灭，即使身心是幻身，幻化之中无罪福。好，略教戒。一切恶莫作，当奉行诸善，自尽其志意，是者诸佛教。好，释迦牟尼佛传法记，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护无法时，法法合成法。略教戒。善护于口言，自尽其志意，身莫作诸恶，此三业道尽，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好，请放掌。好，我们打开课本和讲义。我们上次把持犯总义的第五章和这个方便去果哈讲完了。那今天我们进入第六章啊，缺缘不成啊，缺缘不成。那犯总义的哈，现在总共九章啊，我们现在已经讲过五章了哈，现在进第六章缺缘不成。那上个礼拜讲的方便去果哦，因为时间比较赶，方便去果这边大家有没有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的？
前方便啊，中方便，后方便，啊，也就是所谓的根方便时啊，根本时，乘以时啊，哦。好，没关系，那有反正有问题可以随时提，那我们就翻到这个66页啊，66页啊，缺远不成啊，我们知道这个。每一条界啊都有聚缘成犯哦，我们到时候讲到持犯啊、这个啊、这个别名的时候哦，他会逐条界来讲，啊都会讲到这个聚缘成犯啊、哦、聚缘成犯，就是说每一条界都要具足所有的缘啊、哦，比如说杀界要具足五缘哦，这个五条缘都具足，没有错没有了，那他就会结根本啊、哦，是这个意思。那这个第六章所讲的就是，哎，缺缘。有时候我们犯，有时候我们起心动念，有时候会停在方便时的 啊，有时候在可能就进入根本时的、啊，那或者是在境界有上有缺，哦，有差脱哦，什么样的情况，它怎么不会进入这个所谓的根本时？哦，严格简单来讲就是什么，缺缘不成就是什么，它就是条件不足，它不会进入根本。哦，不会结根本这样子。那假如以我们四条杀盗淫妄这四条戒来讲，就不会结上品罪哦，这样子。哦，所以他会结在啊，缺缘不成会结这个所谓的因罪啦，方便的这个因罪。哦，所以缺缘不成就是缺其中的某个条件哦，他不会进入根本时啊、哦，就不会结根本罪。好、哦，这个缺缘不成。好、哦，那我缺缘不成中分成两节，哦，两节。啊，第一节就显相，啊，第二节就较量，啊，那显相就显示七种缺缘的相貌，啊，待会我们第六章要讲的啊，七种缺缘的相貌，啊，那第二个是较量，较量就是啊，比较七种缺缘彼此之间的互相关系啦，啊，这个较量，啊，那我们看的第一节显相，啊，显相，这个66页最后一行借书语，哎，我们请一个同学，上次念到哪一位同学啦？来，有念淑美哈、哦，来，好、哦，念过了，都轮的哈、哦，好，那这边这个放这边好了，好、哦，这样都不用了。我看一下哈、哦，就是66页这个借书云啊、哦，这行就好了，对，请合掌哈。借书云。缺缘方便缘相众多，且以是约分为七种。所谓缺缘，乃至心习。好，请放掌。好，这个第一项显相。好，那先把这个我们待会缺缘不成要讨论的这个七种相貌，简单的提示啊，在这本书当中说到，缺缘方便啊，在缺缘的关系犯戒结罪的这些，只成就方便罪哈。所以只要有缺缘。哦，缺缘的关系啊，缺缘的条件发生的时候了、啊，我们犯啊、哦，我们受戒的佛弟子啊、哦，他的犯戒罪就不会进入根本，只结方便罪啊、哦，所以缺缘方便，哦，有缺缘的情况就会结这个方便了、啊。那随相众多啊、哦，这个随相就每一条戒的啊，每一条戒的这个随的这个戒相的不同啦、啊，哦，那他的方便啊，他的所谓的聚缘成犯也不同，所以他的结罪的方式就有很多相貌了。哦，所以这个，那且以誓约分为七种，哦，那这个这边啊，这个道宣律主说，哈、哦，我们姑且啊，就用这个什么四相上啊、哦、来加以分啊分门别类的，哦，就大概可以分成七种相貌啊、哦，七种情况，啊、哦，七种条啊、或者七种情况来加以讨论啊、哦，这样子。那所谓啊缺缘乃至欣喜。啊、哦，就是说他的七种，第一个就是缺缘，啊、哦、啊，最后一个第七种就是，善心喜，啊、哦，这个心喜是善喜，我们后面会讲到，啊、哦，这个简单讲到，啊、哦，他的这个就是显相，大概提示一下，我们翻到67页，我们把这个七种相貌啊，把它讲啊，这个他们叫分相啊，把它讲出来列出来了，我们看67页，啊、哦，显相中分七相，啊、哦，所以啊。待会我们在讨论当中啊，就它分成这个七种相貌来加以讨论。第一项啊，就是缺缘，啊缺缘，哦、啊、它就是一种情况都缺缘。那待会这边讲到它有缺缘的情况，会有三种情况来加以说明。哦、我们到时候进入第一项的时候再说明。
哦，那分别再简单提示，它缺缘当中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叫做通明缺缘，第二个别明缺缘，哦，第三种叫异通异别，哦，有这三种，哦，待会我们文内也会有，哦，那第二项叫做近强，哦，就是说我们刚才我们假举那个杀戒来讲，杀戒不是有一个境界是什么人，哦，或者三趣，哦，人非人非人还有一个畜生嘛，哦，这个境界，那这时候他这个境界特别强，哦，就是说你要杀的对方 啊他武功特别高强，哦，这样子，哦，那你杀不到他，哎，这样子我们譬如这么说明，哦，就是近强，哦，或者说你要杀畜生，哦，譬如说他结果呢，哎呀，哦，这个不是最近的电视，结果是侏罗纪公园，哦，恐龙跑出来了，你杀不了，哦，对，我们严格讲就是譬如说像豹啦狮子啦，这个我们不容易，哦，你只要徒手要去伤害他不可能，哦，就叫近强，哦，那这样你假要杀畜生啊，杀这只豹，哦，你没有其他工具啦，啊，你就徒手你杀不了他，哦，那就近强。那第三个叫圆差，哦，圆，哦，这个圆差，哦，我们一样举一个，哦，比较容易说，譬如你要杀人啦，啊，但是你这个什么杀人的时候，结果呢你去的时候哇我忘了带这个什么刀子啦，哦，这样子，嘿，那就没有因缘成就了，哦，或者说刀子坏掉了，啊，或者有人家知道你要去杀某人了，啊，他把你的这些什么啊这些杀人的工具把它弄坏掉了，啊，就你的邀请没办法达成，就叫圆缺圆差，哦，圆差。第四种情况叫近差，啊，近差就是境界有差这样的情况，哦，可能本来你要杀人，结果呢这个境界变成是哎。欸变成是一个畜生啊，或者变成哎，在晚上，结果你看到一个影像，以为是人，就砍下去，以为不是，啊，是砍到这个树枯树，哦，啊，这种叫近差，啊，境界有差这样的情况，哦，啊，近差。第五项就是想差，啊，一个是境界的近差，那一个想差，想差就是心想的与境界有差别的，哦，啊，这样子，哦，啊，我们之前有所谓的境想句，后面也会提到，比如说我们本来。是要杀人啊，境界是人呐， 啊然后你做非人想，啊，就叫境想差。你在杀的当中，你把它当成非人，事实上它是真的是人，啊，就这样是想差，啊，这个心想的与境界有差别的，啊，这个想差。那第六项就是疑心呐，啊，你对于犯戒的这个境界啦，啊，你产生疑惑疑心，哎，这个是真的是人吗？哦，那他穿一个布偶，真的是人吗？嘿，啊，结果不是，哦，他是机器的，哦，这样子，哦，的诸如此类的，哦，人做非人矣啦。我们后面那个近想句当中，哦，有五句当中也会有一句是什么？啊，譬如啊，第好像第四句就是人做非人矣这样子而杀，那这样你也不会结根本，哈，哦，嘿，对，因为你内心有疑惑，你内心是有当非人想。那非人又疑惑，他到底是真的是人还是非人？哈，哦，这样子，所以不绝对。所以即使你杀到人，你结罪也不会结到根本，哦，这样子的情况。那第七则是什么？就善心习啦，就是你在犯，你本来是打算要犯戒的，结果呢，在方便时还没结到根本的时候，过程当中你突然间，这个所谓的戒体的防非止恶功能突然变强了，或旁边有善友了提醒你。哦，那你突然间善念升起来了，哦，那这样子的时候，那你的恶念就洗掉了。那你当然，你起初的方便时起的恶念，那个就结那个方便罪。所以这个善心洗，善心升起来的时候，你的恶念犯戒的恶念就洗下来了，停洗下来了，哦，就叫善心洗。那这种七项这边所讲的七种情况都不会进入所谓的犯戒的根本时，哦，我们前面第五章讲的根本时。哦，他只会结罪结带方便，哦，方便的因罪这样子，哦，那接着，哦，我们简单把这个七项啊，这个七项先说过，那接着我们逐一项一项来加以说明。我们看的第一项，啊，六十七页，啊，这个戒书我们也请啊同学来念，哈，哦，戒书云：出名缺缘，犯戒有三，一。通明缺缘，七方便者，缺不自果，并为缘来，岂非通也？
好，先到这边哈。我们先讲解释一下。那缺缘当中，刚才有说过，有分成所谓的通，它这边出名缺缘。现在所谓的缺缘不成当中，第一个条件就是缺缘了。缺缘，那泛解有三，那广泛的解释有三种啊。这个宣主列出了三种啊，第一个叫通名缺缘，通名啊，就是所谓的总名啊，可以说是总名，大概的。它的讲一般我们认识的这个所谓的缺缘是什么这样子，一通名缺缘，七方便者缺不自果，并为缘乃岂非通也。那就是刚刚我们前面讲的这种七种的叫通名缺缘，这个通名缺缘，那就包含七种，七种方便缺缘都可以称之为缺缘。所以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种从缺缘到善心起，这个列出的七项就是叫通明缺缘，因为它都是缺缘，没有办法进入根本嘛，这样子，因为缘缺的关系的，缺缘的关系的，所以呢没办法具足，具足成就这个根本罪，那犯戒的具缘条件就不，所以不自果，七方便缺，不自果，就是因为缺的这七方便，缺缘尽强缘差尽差想差，然后再疑心善心起，都缺的，所以它不会进入根本。所以这叫缺缘，广泛的通明缺缘。那停住，用在这个所谓的方便时的，这样子，所以不自果，不会进入根本时结，所谓的果罪，犯戒的果罪啦。那病为缘乃岂非通也？这都是病，都是通通都是有关这个缺缘的情况，受到缺缘的情况的影响。那说以上刚刚我们讲的这从缺缘到三心起，这都因为缺缘的关系的，那所以呢起非通也，所以通明都是什么叫做缺缘啦，这个意思，这个通起非通也，难道不是通吗？难道不是一个总观？这七种情况都是有共通的，就是什么，他们都是缺缘，不会到这个所谓的结根本，这样子，这是第一个，通明缺缘。再来，我们翻到68页，68页，那他接着讲第二种情况，那我们请同学念一下，对，我们请他这个67页的第一行，第一行。成书续吟，借书啊，借对不起。借书续吟，二别名窃言，如诸戒下各有窃言，不可以道而开杀戒，各不相通，故名别也。好，请放掌。第二种情况缺言，这边讲的，第一个通名缺言，第二个就是别名缺言，如诸戒下各有缺言，就是每一条戒下个别具有他自己个别的缺言的情况。这样子，每一条戒的戒，所谓的这个什么聚缘成分是不同的，不同，不可以道而开杀戒，不可以把这个道戒聚缘成分的缘呐、然后来开许放到这个什么杀戒的聚缘成分当中去来加以讨论呢，不可以这样子，因为每条戒，它的每条戒都各不相通啊，因为它的缘都不同。所以这叫别名别名缺缘，譬如我们讲这个什么杀戒，我们知道杀戒有五条五缘嘛，第一个是境界是人，第二个是人想，第三个杀心，第四个是心方便，第五个是命断，这个是杀戒的具五缘成犯。那道戒呢，道戒要具六缘成犯，第一个是有主物，第二个是有主想，有主物有主想，第三个是道心，第四个是什么重物，重物超过五钱的重物，它贵重物品啊，重物啊，第五个就是心方便啊，那第六个举离犯啊，这个是道戒的聚缘成犯，所以这两个不可以混为一谈。所以当杀戒聚缘它少了一个缘的时候，那是叫别名啊，所以就杀戒就不会进入根本啊，那道戒假有主物变成无主物了啊，它也不会结根本啊，是这样子，所以它各不相通，这种叫个别的别名缺缘，缺缘的情况，每一条界都不同的缘，这样子。那我们看的旁边的这个
行中四云哈、哦，上二泛论总收一切的，那第三啊，第三两，哦，第三两义正啊，义正四出圆啊、哦，这样子，啊、哦，这个行中四云啊、哦，前面的通明啊、哦，上二泛论呐、啊、哈、哦，前面的所谓的通明跟别明这两种缺圆呐、啊，它是广泛来讨论总收。把它收摄一切缺缘的情况，哦，刚刚我们从这个什么缺缘到善心起，这个叫通明缺缘，哦，他们的共通的条件都是什么圆缺而不至于结根本。那这个第二个别名缺缘是逐条界去讨论，每一条界有每一条界的聚缘成犯，那它有缺就是没啊、哦，比如杀界有缺缘就是杀界的，它的啊、不结根本、哦、啊，道界有道界的缺缘的情况，各个不同。哦，这样子，哦，这是第啊、哦，所以上二泛论总收一切，好、哦，那第三两义啊，两义、就是什么？哦，这个第三个旁边我们可以待会念到，哦，一通一别哈，两义啊，正式出缘啊、哦，这个所以第三种情况呢、啊，才是我们这边这个什么第一项缺缘所要讲到的啊、哦，它的所谓的正宗啊。他就讲了真正所谓的这个我们七缘当中从初缘到善心起当中的缺第一个缺缘缺缘这一项所要表达的他真正的缺缘的解释缺缘的情况嘿这样子简单来讲就是什么缺界体的界体的啊界体我们待会会加以讨论齁好所以第三两义正式初缘齁这正式的来说明什么初缘的出缘什么缘，就是缺缘，这样了解哈，这是我们这一项要讨论的。前面两种总别通明跟别名啊，这两个是广泛的讨论缺缘的情况。但真正的这个章节要讨论就是第三种情况，啊、哦，三者一通一别啊、哦。那好、哦，我们要请同学来念啊、哦，第啊借书续云哈。借书续云，三者一通一别。何者是也？凡是犯戒，体是婆塞、婆塞，若造罪未果，或自命中舍戒、邪见、恶行生等，或病狂痴，但有恶缘不明犯戒，俱为造因，未曾治国，故名缺婆塞缘。对，妄下六别。对戒并通，故兼二号。好，请放掌。这个古时候的文哈，这个唐朝的宣祖写的文哈，这个文都很略。好，我们看着这个借书续云第三个，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项要讨论的缺缘的它的正式的啊解释啦。啊，一通一别啊，何者是啊？咱们何者是啦？那到底是什么呢？到了缺缘的情况是什么？前面那两个通明跟别名都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哦，那这边都，凡是犯戒，体是婆塞，哦，体是婆塞，就是说我们是什么？我们这边讨论啊，今天一个没有受戒的人犯戒，啊，他，譬如一个佛弟子，他杀了一只畜生，哦，譬如杀了一只鸡，跟没有受戒的人杀一只鸡，那这两个来讨论的话。这个什么，没有受戒的人会不会犯戒？不会，那会都会共通两个共通都会结业道罪，啊，但是唯独会有犯戒罪，是我们受了五戒的佛弟子啦，啊，所以这边提到的，凡是犯戒体是婆塞，所以你必须你有戒体在，你这戒体就是你有去受五戒，得到这五戒的戒体，啊，这样子的意思。那若造罪未果，如果犯戒啊，哈，犯戒啦、啊。未成就是果罪前啊，这个啊未果就是未进入根本呐、啊，未结根本，所以就属于前方便啊，都属于前方便，啊，那或自命中啊，或自命中，可能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命中以后，我们戒体就舍掉了，自然就舍掉了，啊，所以自杀不会结上品罪，就是这样子。我们之前讨论到杀戒，就有人自杀了，他是一个佛弟子的，他结果他自杀。他不会结这个杀人的上品罪，不会，他只结在因罪。为什么？当他命断的时候，第五个缘命断嘛，
他命断的时候戒体就失掉，那戒体失掉的时候，那这时候他聚缘不成，有没有？我们刚才讲杀戒是人想杀心，心方便嘛，那自杀也是啊，我知道我自己是人，我要把自己杀掉，那我也自己有杀心，那用或者吃毒药或者是伤掉，那心方便啊，最后命断的时候，那个什么戒体刚好也失掉，所以不会进入根本。同学有问题吗？菩萨戒是吧？菩萨戒的聚缘成犯。敬畏来记，但是以我们结罪来讲，还是以这期生命来讨论。哎，应该是以这期生命来讨论菩萨戒，这个要再看他的那个结罪的部分，那到时候我们再查一下，然后再看他的结罪。一般进菩萨戒的菩萨戒，我们来讨论。我们这期生命结束有受菩萨戒，他的戒体是在的。我们因为敬畏来记嘛，那一般的声闻戒是进行受，就是这一期生命有不同哦。在我们在讨论戒的时候不同，那到时候我下辈子投胎当人的时候，我要不要再重新受菩萨戒？好像师父也是要嘿，他还可以再受，所以我们在讨论戒。有人说，哎，师父，那假如这样子，以佛法来讲说，那我们过去也有受菩萨戒的、啊，那我们出生以后糟糕了，那我是不是我们小时候我们还没学佛之前，杀小畜生都要结这个什么菩萨戒的杀罪？那就不能这样讨论了，对哈，对对对，我说还是以我们在讨论假真的有犯戒，还是以这期生命的，好这样子。第一个哈，自命中自己的命啊，就寿终了啊，命断了啊。那这种情况不会进入根本。那再来是什么舍戒啊？就你当然你舍戒以后，你就不会犯戒啦，这样子啊，对，就没有戒体啦，你就我舍戒啦。所以我们之前有开说，有遇到这种犯恨难或者命难的时候，或怎么样的时候，你就舍戒，那你就不会结那个什么。也代戒犯戒啊、哦，这种情况，所以舍戒以后你没有戒体啊，你就不会犯戒啦，好、哦哦，那这个提倡舍戒就是说，我快进入根本啦，也这个太危险了。那我在前面的前方便可能有起心动念，可是这时候呢，不妥当了，你把戒舍掉了，你就是什么拥住在之前的有戒体那时候的方便时啦，这样子，那再来啊、邪见。产生邪见生呐、啊，说这个什么这个死后啦，死后没有因果啦，这样子的，这个就邪见生呐、啊，没有这种因果观念的，那这种情况自然戒体也会舍掉，在律藏里面佛陀也有讲到，当一个佛弟子产生邪知邪见，他认为人死如灯灭啦，这样子他、没有因果啦，那这样子他自然就没有那个戒体，所以他有这样的心念的时候。他那这个就没有所谓的什么他要去防务啊，他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就只要他想做就做了，这样子，那这样子就是戒体就自然就舍掉了，那第四种情况叫做恶行生，这个恶行生比较特殊，这个所谓的他的身上我们这个报体上面有所谓的什么男根跟女根的情况发生，这样子，这个恶根恶行生，那这种人就在佛门里面也不能受戒啦，也不能受戒，因为他不知道住男众道场还是住女众道场，是这样子，这种比较特殊的报体啦，过去不知道是结什么样的业啊、会有这种情况。那另外者在律藏里面也有情况是什么人啊、他是人，可是他看到譬如说他看到的是男众，他的这个什么。他的那个什么女众的根就升起来，然后看到这个什么对象是说这个是什么女众啊，他的男根就升起来，他有这种情况，也有他在律藏也有提过这种情况，那以现在说，假如我们比较像的时候是属于同性恋的，可能也不能可能也不能什么去受戒，有这种情况，因为同性恋他也不知道，因为他譬如我的报体是男众。但是我是同性恋，可是我到底要住男众还是女众的地方也不行，因为我只要住男众的地方，也有可能会有可所谓的这个什么犯恨难的情况，因为同性恋的人他就是什么他有别于世间的这个不同的
男女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啦，哦，这样子是二行生，这样戒体也会舍掉，啊，这样子。没错的。不能出家，的确是不能出家，在受戒二行，但是在律藏里面，声闻律的里面好像它限制比较严啊。至于受五戒的话，对，你刚刚我提的是都是以受出家戒，那在菩萨戒是可以受，好，菩萨戒是可以受的，好，菩萨戒就不拣别，但是假以出家戒要现身宝的话，它就有限制。对，那但是在到这个地方讲的是优婆塞，就声闻戒的部分，它是限制比较严。声闻戒，哦，这边声闻戒二行声呐，啊，哦，这边声闻，他那个在讨论到这个优婆塞的，哦，他二行声的时候，他戒体优婆塞的戒体也会舍，哎，所以一般，刚才师父提的像同性恋呐，啊，这些啦，啊，在这个什么出家是不行的，啊，是不行的。那菩萨戒可以，哦，因为菩萨戒里面有提到乃至梵王，哦，乃至啊淫男淫女呐，哦，这个出变化人都可以的，哦，这样子。好，哦，命中舍戒邪见生二行生，那这四种条件发生的时候，你戒体，你之前有受的戒体就自然就会舍，自然就舍掉了。好，哦，那再来另外一个或病狂痴，哦，病狂痴。啊，这个病狂痴可能是什么病？病坏了，啊，他可能发狂、癫狂啊，或精神错乱啊，哦，那这种情况不同哦。这个情况有时候他会有时候发狂起来，然后精神错乱，可是有时候他又回来。这种情况是病狂痴的时候，戒体是还在的。哦，他这边是这个特别有特别讲，戒体是还在。那前面的这种情况，命中。自命中舍戒邪见生恶行生，这个戒体会自然舍掉，那病狂痴戒体还在，哦，这样子，这两者有差别，哦，这种差别，哦，一个戒体会，哦，它会自，哦，没有戒体，戒体会自动舍掉，哦，前面的那四种情况，那病狂痴呢是什么？它戒体还在，哦，戒体还在，这有两种不同的差别。那我们再往下看，但有二缘不明犯戒，哦，具为噪音，哦，具未至果，哦，故名缺优婆塞缘，哦，优婆塞缘，哦，只要有上面两种情况发生，哦，这个，命中乃至恶行生这一种情况，或者病狂痴，哦，这种情况，哦，那有这两种缘发生啦，啊，那我们的戒体啊，防非止恶的功能啊，会什么啊，会失去，哦，第一种情况会失去，第二个是什么？暂时的隐没，就是刚精神错乱这种，你戒体会在，因为你假如恢复了，你戒体还你恢复正常的时候，你知道你是一个佛弟子的，哦，是这样子，哦，啊，另外一种前面那种邪见生那种就会自然会舍掉的，戒体会舍去的，哦，那当有但有二缘不明犯戒，所以当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啊，你防非止恶功能没办法发挥作用，哦。就是你不晓得你去犯戒啦，那前面第一个病狂痴不晓得犯戒，那命中舍戒啊，舍戒邪见生恶行生啊，这个就是没有戒体啦，当然你就不去讨论到你犯戒的情况。那具为噪音啊，因此都是什么？我们身口业啊，这个什么都是有具为噪音，共同都是有它只有结这个噪音就是什么方便啦，简单讲就是方便罪啊，方便罪。直到方便，那未至果哈，它不会结根本啊。这简单的说明就是如此。那故名缺优婆塞缘。好，譬如说，刚刚我们讲的那个自杀的情况，或者跟说譬如说遇到我们犯恨难，犯恨难的时候，那这个什么那还未到什么所谓的这个什么入毛头许的时候，你就舍戒了啊，那这样也不会结根本啊。这个譬如这样子啊，这第二个邪见啊，舍戒的时候。那再来，我们把它讲完哈，哦，故名缺优婆塞缘。那妄下六别啊，妄下六别，哦，一对戒并通，故兼二号，哦，对下六别，对下六别，因为这个是缺第一项嘛，缺缘，对下六别。这六别是哪六别？就下面的哦，我们后面的进强乃至善心起这六个，哦，所以叫异别，哦，妄下六别哈，哦。那对戒并通，
啊，对戒并通，因为什么？每一条戒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啊，每一条戒所以一通哦，所以这样叫一通一别，这个不是前面的那个通明跟那个哈，好、哦，它是这样子啊，固坚二号，好、哦、固坚二号，好、哦、二号就是什么？就是一通一别的意思啊、哦，这样子。那行中是解释，我们留着下一堂课，好、哦，下一节再解释。好、哦，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好、哦，比较多。好，我们回到我们课本哈、哦。这个学界以后就是你会很多去思考，那这个思考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以及我们预计逢源的时候，你就不会跟进阶一拍即合。哎，你会踩刹车，想想这个会不会有聚缘成犯？好、哦，这个有这个好处的。啊，这个就是戒体的功能，哦，这样子。那这边我们刚才讨论的哈、哦，就是，第一个啊、哦，第一项啊、哦，缺缘啊，它的主要的缺缘是什么？缺戒体的缘，啊、哦，戒体就是优婆塞五戒的戒体，啊、哦，是这样子。好、哦，那我们看着这个68页的这个行中四云，啊，出标针啊、哦，这个出啊就是标针，就是三哈、哦，一通一别这个。他这个是整段文吗？我看一下，嗯，应该是只有这个第三段的这个哈。那凡下啊，凡是戒体下啊，四相有三啊，出标缘，标缘第一个就是戒体的，四相哈。那落下是落造罪未果啊，落下就是缺相哦，他缺相就缺缘的情况哦，就是缺戒体缘呐。到底是第一个是标缘啊、哦，标指就是我们这个缘到底是缺什么缘，就缺优婆塞缘，哦，那为罪为国者方便义也啊，说、哦、罪为国者就是我们以讨论这个犯戒罪来讲，就是方便时根本时成语时当中的方便时啊，这、哦、个方便义啊，这、哦就是方便时的这个结方便罪啊、哦，那列相有二啊、哦，列相有二就是。第一个粗劣四舍哦，体坏无法哦，就是他戒体坏掉了，戒体舍掉了哦，他所以他就没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受五戒的戒体在了哦，就无法，他就没有所谓的代戒犯戒的情况，他就没有这个五戒的戒体了哦，所以舍戒无法哦，自命中舍戒还有邪见恶行生，那后病狂等治不了之哈、哦，所以后面发病啊。发狂啦、啊，哦，这种情况啦、啊，哦，突然间不晓得他在干什么，这种情况，这种都是什么治不了之，哦，但是那个戒体是还在的，哦，它只是暂时的，哦，暂时的。那前面那四种情况是什么？永久舍掉的，哦，这样子。除了你舍戒以后，你愿意再去受戒，哦，那不然，哦，他这是永久没有就会舍掉这个五戒的戒体，哦。再来，出则体相俱坏。出就是那四种、哦、就是四舍体坏无法，这个就是他的体戒体啊，还有外相的威仪俱坏、哦、为什么你刚才讲到邪见生啊，所以他就是什么，他也就是无惭无愧啦、哦、他的杀盗淫妄他就是什么，只要他想做就做啦、哦、所以说外相也没有威仪啦，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邪见生起来，他内心的戒体防卫指认的功能也失去啦、哦、对啊，因为什么想做就做，随便做都没有一个规矩啦，那当然就是他内心已经是没有防非止恶的功能啦，那显在外相就是哦，他的行为举止就没有像一个佛弟子的威仪哦，受戒的威仪哦，那后为这个体具相乖，后就是病狂痴，这个他戒体还在哦，体具就是戒体还在，那相乖外相威仪就有乖违啦，因为他发狂以后他做什么都不知道啦哦，这样子哦，那超宗乃加受戒不得等，哦，超宗，哦，那个是行事抄，哦，这个他讲的是在行事抄的文，这边是戒本书，那在行事抄的文，他还加一个受戒不得戒的情况，就是这个什么，自命中舍戒，哦，还有邪见先恶行生加等这个字是什么，哦，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加受戒不得，哦。加一个受戒不得戒，那这个戒本书是啊略掉了，他没列出来啊、哦、这样子，所以用一个等字，啊、哦，所以除了这四种情况，再加一个什么受戒不得啊、哦、这样子，啊你不得戒啦，你不得戒当然就什么就没有所谓的
犯戒的问题啦。哦，那再来我们看这个但下，但有二缘哦，不明犯戒；但下有三呐、啊，总结哦，总结。再来是什么？出这个结缺缘，哦，缺缘就是具为噪音，未至果，故名缺又不摄缘哈。那妄下啊，妄下六别，这个地下妄下六别，次结两意啊，两意啊，这个妄下六别就是什么？妄的下面六种缺缘的情况啊，近强乃至善心习的啊，哦，那对戒并通，对着每条戒而言，每条戒都有缺戒体的情况啊，戒为不犯啊。比如说你们在家区，我们具足戒就不行啊，我们具足戒是什么？你只要舍戒。整个我们比丘戒就都舍掉了，好，那在家居是什么？你可以逐条，好，譬如说啊，我现在可以守这个不杀生戒，那你说我现在就守这个不杀生戒，其他的戒没受就没有，啊，或者说你一起受了五戒啦，结果你衡量一下，哎，我其中一条戒不能守，那我把这条戒啊个别舍掉是可以，那其他有没舍的戒，那他的戒体都还在啊，这样子。哦，不要说犯了戒以后觉得全部的戒体都舍掉，不是的哈，哦。我们好像之前有讨论过，哦，后面也会加以讨论那个宣祖也特别发明这个戒体的这个意义啦。所以我们受完戒以后，我们面对十法界的有情无余，发起无量的戒体。好，哦，所以我当然我犯了其中一条戒啦，只是个戒体有亏损，那你忏悔以后会还尽。并不是说我犯了一条戒，我所有的戒都什么都不清净，不是的，只有那一条跟针对那个境界而已，那个啊，你有违犯啦，啊，哦，因为我们之前登坛受戒会发起什么，面对十法界有情无情都发起断恶修善度众生的心嘛，哦，是这个原因，哦，好，哦，好的，那我们再来看来六十九页啊，六十九页这个问跟答这边哈，哦，这个是知主的。一个自问自答，以下六缘可比例啊，比例啊，以下六缘可立此否啊？立此否？答：亦可立也。哦，也可以比例叫做一通一别啦。哦，这个以下六缘哈，哦，以互妄皆别，对戒并通。哦，到签到这边。哦哦，这以妄互别哈，哦，这个以哦以互妄皆别哦，以互妄皆别。好，以这个他们互相对望的来说啦，他们的内容都个别有不同，好，个别有不同，个别不同是什么？缺七种缘，缺缘的内容都不同，好，你看善心习不同啊，近强也不同，想差也不同，他们缺的缘都不同，好，所以一别，好，那对戒并通，哦，对戒并通说每一条戒当中都可以融通，有七种缺缘的情况，啊，这个意思，好，这个问答这样能理解意思的哈。哦，他说：“哎，缺缘当中，第一个地相呢，我们讲以七个这个来讲，缺缘哦，它是一通一别啦。那我后面这个进强乃至到善心习，是不是也有一通一别？哦，这边他知主就把它列出来说啊，问答就是说也可以这么来说，哦，也可以来这么来说，因为每条界都各个缺缘情况是不同，所以它叫一别。但是每一条界都融通都有什么？”都会具足这种七，都会有可能发生七种缺缘的情况，哦，这叫通，哦，这个意思，哦，好，到这边这个缺缘有没有问题？哦，简单来说，缺缘就是缺戒体，哦，缺戒体，哦，好，那假如没有，我们就往下哈，哦，我们看的这个六十九页的第二项，进强，哦，讲进戒。哦，我们要犯戒的这个对象啊，这个境界特别的什么，强大啊，让我们什么没办法破坏这个境界，那啊就不会进入根本啊。那这个戒书云，我们请同学念一下。戒书云：恶境强者，如欲行杀，前进反强，道欲害我，插此进去，拥住灾因，故曰方便。然境强非终罪，终罪由强而生。余之上下类此可是。好，请放上。好，这本书这边说到第二种缺缘不成的情况叫进强。好，这边说明到如欲行杀，他举这个杀戒来讲。好，你要杀的境界啊，杀生。
啊，犯杀戒。那前进反强啊，譬如说你啊，你啊，这个你被人家欺负了，那结果被欺负没办法，我们这个老这个身体特别弱哦，这个又没有学武功，那对方可能学跆拳道哦，这个得冠军的，哦，那他恃强凌弱哦，这样子，好，哦，那就欺负你，那你怀恨在心呐，啊，那你想要害他，哦，结果你也拿了哦，你没关系，你跆拳道，我拿个什么棍棒，哦，要去找他，哦，那就前进反强啊，结果你到了面前的时候，你要用棒子打他啦，要把他杀掉了啊，结果呢？哦，或者你拿刀子的啊，结果他会擒拿术了，哎，把你的刀子夺走了，之后你就什么，啊，这个啊，前进反强啊，道欲害我哦，他可以什么变成什么，你本来要去杀他，他其实他能力很强，他可以把你干掉的，啊，这样子，哦，那插齿进去，拥住在阴，故曰方便。那这个指的插齿，插齿进去的，进去就进到什么，去向根本时的哦，插了这个条件。插了这个命段啊，这个条件呐，啊，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什么根本时，进去就进去叫啊根本时。所以拥住在阴，阴就是方便呐，啊，拥住在方便时啊，所以在阴罪啊，结阴罪。为什么？今天你看啊，譬如你要杀某甲啊，某甲功夫特别啊，身体特别好啊，特别强壮哦，啊，然后他也功夫也好，那结果你要拿着刀子来去杀，结果呢，哦，啊，你前面的条件都具足，就差一个第五个圆命段。结果你拿怎么去得到他面前的时候，准备要那个时候反被什么反被他什么伤害啦，好，哦，伤害。那这时候他没有命断了，那这时候你不会结根本，你只结到这个什么进方便啊，进的进方便当中的重的中品罪，重的中品阴罪的，好，哦，方便时的阴罪，好，哦，这样子。然进强啊，哦，非中罪。不是因为进强，不是说他境界特别强就是中罪，不是，哦哦这样子哦，不是进强本身啊，哦，是结中罪，不是的哈，哦，不是这个意思。中罪是由强而生呐，啊，哦，由强是因为境界太强了，那你什么，你没办法让他命断，所以你那个什么，你没办法进去。重点是什么？没有办法进去这个根本时，好，哦，拥住在方便呐，好，哦，所以结这个方便，哦，这个中品是什么？方便罪，啊，哦。中罪由强而生，由这个境界太强而生，不是进强本身就是中罪，不是哈，哦，这两个有差别哦，不要搞错的。哦，那鱼之上下哈，鱼之上下，上就是鱼之上就是上，就第一项，这个上指的上就是第一个缺缘，哦，第一项缺缘。那下呢？下指是什么？第三项到第七项，哦，鱼之上下。就是这个我们缺缘不成当中的这七项当中啊，类此可示啊，哦，用这样的情况可以来解释，哦，所以我们这种缺缘不成都是什么结方便的因罪，这样了解嘛哈，哦？他这样指的意思就是这个，都是拥住在方便，哦。他这边解了哈，哦，这个解释后面那个什么，这句话“然进强非中罪，中罪由强而生”，他可以比例来造句啦。这个造句什么啊？圆掐啊，圆叉非中罪啊，圆叉好，我们讲圆叉非中罪，中罪由圆叉而生哦，这样子啊，后面再比例造句啊，这个啊，善心习非中罪，中罪由什么啊？善心习而生哦，他这样造句的意思啊，这个后面待会这个。我们行中记会来加以解释哈，哦，所以它上下鱼之上下类此可示的，都用这样的方式，或者第一个，我们这个是进强嘛，进强非中罪哦，中罪由强而生。那第一个是什么？圆差圆缺圆嘛哈，哦，第一个我们是缺圆，缺圆非中罪，中罪由缺圆而生，这样了解嘛？所以它这个中罪都是结方便的因罪，哦，是这样子，哦，好的，那这个刚才讲这本书这鱼之上下类此。可是就是要解照同样的这个进强非中罪，中罪由强而生，就是这句啊，把这个进强可以改掉七啊，改造圆差想差，改到这个善心喜啊，用这样来造句可以的。好，哦，那我们看的这个69页的行中四云最后一行，出续缘哦，这个进强啊，这个续缘啊，拦下这个什么第二条第二个拦进强这个哦，拦下定罪。定罪，好，这个
强非罪缘，故曰非中罪。哦，这个境界很强，不是罪的缘呐、啊。境界就是境界，你假不去犯，你假没有要伤害境界，那你就不会犯戒啦。所以境界强本身不是罪的缘。哦啊，因庸因强庸住，因境界太强，所以我们要造杀业这一件事情，因为没办法去入根本，所以庸住方便，故云啊由生。哦，由因为庸住到方便而升起这个什么，啊，方便使得因罪啦，好，哦，因罪哈，哦，因罪余下子例啦，只是比例可知哈，哦。那我们翻到七十页这边就说出来，如云哈，哦，缺缘非中罪，中罪由缺缘而生等，啊，哦，所以这七种里面都可以去造句，缘差非中罪啊，哦，中罪由缘差生啊，哦，这样子一直造罪都可以，七种。啊，那我们再看的七十页的问，啊，问进差中亦强啊，进差中亦有进强，与此何别？他都进差就是第四项，啊，第四项中讨论到进差，啊，后面第四项中的进差中也有提到这个什么这个进强的情况，那跟这个第二项的进强有什么差别呢？啊，这边先。啊，先提出来，这边再讨论。答：此本进强，下亦进强。啊，此本进强，下亦进强，故不同也。啊，来我们解释啊。第二个这个此就是指这第二个我们这间章节讨论的境界很强，啊，所以所犯的境界啊太强了。啊，比如刚才讲的，你要去杀对方，对方杀不死对方，这样子。哦，这节奏方便的因罪，哦，那下意进强，那第四项的这个进差当中，哦，指的这个进强是什么？指啊意进强，意是啊不同的那个哦意哦，这边讲的意进强，哦意进强，就是如杀戒当中，原本你要杀这个什么杀张三，啊，哦，结果呢王二跑来了，啊，哦，王二跑来，那王二替代这个张三的位置。哦，那你也想一起啊，哦？你也想把王二杀掉，但是王二功夫太强了，你没办法把王二杀掉，这叫意进强，哦，跟这边的进强不同，哦，所以这个什么，我们第四节当中，第四项当中会讨论到进强的当中，有分类什么本进跟意进啊，哦，本进强、意进强。那这边我刚才举那个例子，杀戒当中本来你要杀张三呐，啊。结果你到现场张三不在，哦，这个譬如说你到他的寝室去，结果张三不在，结果他的同学啊，哦，那个谁啊啊王二来了，那王二是学跆拳道的，啊，结果你看到王二以后，你也起杀心，想要把王二杀掉，哦，那结果呢，哎，王二功夫太强，你没办法杀掉，这叫意进强，哦，跟这边的进强，是不同。这边这个进强是要本进强。哦，那第四项是什么？意进强，应该可以这么说，哦，这样子，此本进强，下意进强，应该这样解释，哦。那所以这边简单的问答当中，我们再归纳一下，它的不同就是什么？第二个进强就是本进强，哦，那第四个进差那个什么？进差是意进强，哦，这样子。哦，待会我们讨论到下第四的时候也会再加以说明。哦，我们这边简单说到这边，我们看着第三项，哦，第三项，哦，我们这个缘差，哦，它就是发生了缘，哦，这个譬如说杀戒当中心方便，你当中的这些要杀人的工具的，哦，这个坏掉了啊，还没有办法达到这个什么伤害对方让对方命断的情况，就这样我们叫缘差，哦。少掉这个心方便的云呐，啊，哦，好，哦，我们这个借书的云哦，我们请同学念一下哦。借书云：三者缘差方便，如遇杀盗，谎逢一人，或恐有事，或刀杖毁坏，或药其目未遂，总号缘差，就意通明，七缘皆是，随相取别，为此第三。好，请放掌哈，哦。好。这本书这边说到哈，哦，三者缘差方便哈，哦，他直接的，哦，把它下面就直接解释了哈，哦，他这边缘差方便只有以下
假就个别来说，哦，以这个第三个圆差的条件来说，就是以下他列出来的这四种相貌，哦，第一个就是如遇杀盗，哦，逢哦或往逢异人，哦，如遇杀盗了哈，第一种情况往逢异人，哦，就是本来你要杀人呐，啊，结果杀张三，结果是遇到王二，哦，不同的，哦，好，犯戒的对象突然间不同了，你去到那边，哎，本来张三在那边，哦，规划好了，结果你去，哎，不是，张三不在那边，是另外一个，哦，第一种情况，哦，那这个后面行踪记解释是什么？非本所期，哦，不是你本来所邀请的对象，哦，这往逢异人，这第一种情况，哦，这是圆差，哦，在这另外一种情况，或恐有事，哦，就是恐怕有其他的事情，哦，可能这个什么这个人啊，哦，你本来要去偷的东西，或者这个什么，这个人杀的人哦，他有保全，哦，他有这个所谓的护卫，哦，那这样子，哦，那变了恐有事，虑他所获啦，哦，这个知主讲说这种情况叫虑他所获，哦，考虑到伤害，哦，为他人所捕获了，所以就不偷盗或者不去杀了，啊，因为他有保镖嘛。啊，他有保全嘛？那你去做，哎，可能我会被人家捕获，所以呢，你就停下来，就叫圆差了，哦。那第三种情况，或刀杖毁坏，哦，毁坏，哦，就是本来这刀杖呢，本来就是你要，譬如说你要去杀人的这些刀杖，啊，损毁了，哦，损毁了。那这个知主解释这个第三种情况叫做什么？杀具有缺。哦，杀具或者道具啦，啊，等等的，你要犯戒的工具啦，啊，有所缺乏啊，有所欠缺或者损坏的情况。那第四个，或邀其未遂，邀其，哦，就是你本来你期望的哦没有达到哦没有达到，就邀其未遂了。哦，就是知主解释是什么？安的是什么？如不见前进等，哦，譬如你本来要杀的某甲的，但是某甲不在那一边。哦，你遇不到这个境界，哦，结果他是跑出国了，哦，他不在台湾了，哦，你就杀不到，你们见不到他了，嘿，哦，这个第四个是啊，哦，不见前进啊，哦，等，哦，那总号差远，哦，总号差远，以上四种情况总号差远，就是这种四种情况就是我们第三项啊圆差的啊，哦，总号圆差不是差远，总号圆差了哈，哦，就是我们这个第三项圆差的。的条件哦，它有这种情况发生，就是属于圆差，哦，那这种情况也不会进入根本哈，哦。那就义通明，七圆缺据的，哦，就这个意义来讲了哈，哦，融通的这个名义来解释呢，这个七圆缺据啊，这七景从这个缺圆到善心起都有这种情况，哦，都可以来说，就义理来说都可以说叫圆差了，哦，但就像。随相取别为此第三，随着界相上来采取的啊，随着界相上来采取来分别的哦，维系的来啊讨论呢，这个就是什么就只有这个第三项所指的这种四种情况，才是属于圆差所收摄的，好，哦，为此第三。好，哦，所以就别指。哦，别指那通圆这个七圆都有，但是就着我们这个第三项来讲，就有这个刚才举例的这四种情况，才是我这个第三种所谓的圆差所收摄的。好，哦，那我们看着这个七十页的行踪四云，初列相有四哦，一哦这个圆差的相貌有四种啦，啊，哦。第一个非本所期，哦，不是本来所邀请的对象。第二个虑他所获，考虑到恐怕会有他人，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被他人捕获或被警察抓走，哦。第三种就是什么杀具有缺，哦，第四个是啊如不见前进等，哦，没有遇到境界，哦，本来要犯戒的境界啦。那总下哦总号圆差，总下是结敏，哦，结是这个名称呐，哦，以上四种，这个。哦，总号名称就是以上四孔才是这个圆差所收摄的，哦，那以明通七圆，象局四位，哦，这个，哦，这边说到用名字来用就这个圆差的名字来看呐，啊，哦，我们这个从第一个到第七个善心起都是什么，都可以说是圆差，
哦，因为都是缺圆不成嘛，都可以叫圆差。哦，就这个名字来讲，笼统可以都叫圆差。但是就的我们第三项来圆差的条件来讨论呐，象局四位，哦，就是以上列出的这个，非本所及等这四位，啊，哦，这四位，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哦，所以你讲到圆差的时候，你在讲缺圆不成，讲到圆差，哎，圆差的圆差的话都可以指。都可以指我们这个这一章节所讨论的七个圆，七种情况都叫圆差。但是你只要讲就个别的每一条界圆差，就是要就这个第三项来讲，就个别它也可以称作圆差，但是它的相貌是有局限的，就是这四种情况，哦，才叫圆差，哦，这样理解了哈，哦。好，我们翻到71页，哦，第四项，哦，近差，所犯的境界。有差这样的情况哈，哦，那这个介书云，我们请啊，哦，同学。介书云：四境差者，随界并有，且具大沙，四境来差，为人、非人、畜生、乌木。好，请方组长。好，这个境差这边啊，哦，这本书都列出来很清楚啊，哦，是境差者啊，哦，第四种情况，境差啊，哦，缺缘不成的第四种情况。随界并有，随着每一条界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啊，哦，那且具大沙啊，哦，姑且我们依着这个沙界啊，哦，根本界的沙界的来加以说明啊，哦，四境来差啊，哦，沙界中有四境来差，哪四个境界呢？我们知道，除了我们泛沙界当中有三趣，人、非人、畜生，那这边再加一个什么？枯木啊，哦，乌木就是枯木。就是木头啦，哦，这个枯掉的木树干，哦，或者木头都可以，啊，哦，这个物木，啊，哦，这非情物啦，哦，这样子，前面这个人非人畜生都有情，它，啊，这个枯木是无情的，哦，有四境来差，哦，它简单说明这个。那简单，我这边再加以说明，比如说我们本来要其哦克星呐，啊，要杀这个张三，啊，哦，这么说。是吧？杀伤三，结果他境界是人的时候，人跑王二跑来了，哦，杀了，那这个是什么？这叫异人哦，异人境差了。刚刚讲前面的那个异境差，哦哦异人境差。那这时候你哦，这个是人的部分。那接着呢，这个什么杀伤三，那伤三是人嘛？其他的非人畜生物木来，这种叫余异哦，其余的异境。的境差来，一个是人意境差，一个是鱼意境差，哦，后面我们应该也会解释到，哦，哦，这样，譬如说刚才举这个例子，了解这个意境差有所谓的意人境差，啊，还有一个什么鱼意境差啊，这样子两种差别哈，哦，人意人境差，好，哦，意人意境差，另外一个是什么意境的境差，啊，哦，意境的境差，意境就其他的指的非人。畜生物木，嘿，好，哦，我们看着行中四云，哦，我先把它解释过。出世通圆通，哦，就是境差的圆呐，啊，通一切界，哈，哦，通一切界，啊，哦，随界并有，哈，哦。那且下，啊，且下且具大沙啦，啊，标所出，哦，我们标数列出这个境差的这个境界，哦，他就举一个大沙来列出这个境界，哦，人是同类。哦，人是同类，非人畜生是异趣，哦，物木是无情，啊，哦，这样子，他简单就把这个讲出来，哦，哦，所以这时候有境差了。刚刚我举那个意就是，我本来要起要杀张三的，那张三是人嘛，对吧？哦，结果跑来的人不是张三是谁？王二，那这个王二的境界叫做什么？异人境差，哦，异人境差，但是他也是人，哦，他是异人，不同。因为刚才标星是要杀张三，结果跑王二来了，啊，这叫啊，哦，这个异人境差。那好，我来要杀张三呐，啊，结果呢是什么？这个境界有来差，就是境界是非人来，或者畜生，或者物木的情况，这种叫做什么？异境的啊，其余的异境差啦，啊，异境的境差，异境就是除了人以外的啊。哦鱼意境差，嘿，对，好，鱼意境差。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哦，
这个净差就讨论到这个境界的，哦，本来要杀张三，结果王二跑来，或者要杀张三，结果是畜生、非人或者是什么枯木跑来，好，哦，好，那我们再看净差中分为两支，哦，这边说到，哦，第一个就说出来人意境，第二个是什么？余意境，哦，这两种，好，人意境跟啊余意境呢，哈，那我们翻到第72页。第一支，啊，明人意境，啊，我们刚才说境界都是人，只是这时候是，你本来要杀张三，结果是其他的王二、李三，啊，王二、李四来，啊，不同，啊，那明人意境中又分三类加以说明，第一个证明，啊，第二类是问答，第三是直广，啊，证明就正式说明这个人意境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第二个用问答的方式来显示这个什么，判罪的情况啊，哎，这仁义进来的，本来要杀张三，结果是王二来的时候，那会解罪的情况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啊，第三个是指广，广泛的指出这种，四种意境呐，啊，那，啊，后面会说到。那我们看的这个，第一类，啊，第一类证明，啊，借本借书。借书云，我们请同学念哈。借书云，入狱杀人，克星在章，亡人意境而待章处。元王章解，望人不输，就近沉重。由意境来，章人不死，杀意又袭，拥住方便，故曰境差。好，我们简单把它解释一下，然后再下课，我看一下哈。啊，这本书说到哦，在这些面人意境啊，如欲杀人，克星在章哦。我们这边克星呐，啊，克星都克定，你的目标只有锁定在章三，其余的人你不想伤害，好，哦，这些人叫克星，啊，哦，只有一个克星在章三了啊，好，哦，克定在章三啊，哦，这个目标了啊，哦，所以章三就是本境呐，啊，好，哦，这时候呢，哦，亡人啊，哦，亡人啊，突然间亡二了啊，哦，他也是人啊，哦，亡二都这个。王二跟所以王人意境，意境是指什么？有别于张三，张三是本境嘛，所以张三以外就叫意境，哦，但是这里他也是人，所以叫人意境，哦，所以王二这个人意境而待张处，结果来的时候张三不在，是王二在现场，哦，这个人意境在现场啦，啊，哦，那哦这样的情况，好，那这个时候接下来有这种情况啦，元王张解，这时候你呢内心原则王二啦。哦，然后把它当作张三来理解而杀，啊，哦，这样子，哦，那望人不输，就近沉重，所以他们不管张三、王二都是人呐，啊，哦，那你虽然你内心想的是把他误认为什么张三，但事实上这个是王二，你理解吗？啊，哦，他们可能身材都差不多，啊，脸型也很像，但是他不是张三，他是王二。好啊，你内心是想的，他是张三把他杀掉。哎，那这样叫内心想的跟境界不同，应该不会结根本，不是的。因为我们杀人，你内心他也是人，杀张三也是人，杀王二也是人。虽然你想的不是不同人，但是杀的都是人。所以聚缘成犯当中没有说到说你想内心想的不同就不结，他是只要是人想，人想就结啦。好，所以他们两个王二跟张三都是人，所以就近结近。所以你假把他杀掉。王二命断啦，啊，虽然你内心想的是张三，但是你的虽然名字不同，但是两个都是人去，哦，都是人，所以劫重，哦，人人想，哦，杀心心方便命断，哦，那就劫这个杀戒的根本的上品罪，哦，上品的果罪，哦，这个，啊，第一种情况。那再来呢，由意境来，张人不死，哦，张三不死的，那杀意又袭，拥住方便，故曰境差。哦，这时候呢，这个什么，你要杀这个什么？哦，意境有来，王二来，突然啊，那当然就这个张三就杀不死了。哦，那你的杀意又停下来，拥住方便，这种叫做境差啦。哦，那这样子，哦，这个这边所提到的，哦，拥住在方便叫境差。哦，哦，那，啊，刚才那个情况是什么？也把王二杀掉了。那杀掉说是，哎，师傅，这个也是境差，不对的。哦，这个因为他对方还是命断，对方是人，哦，他不管张三、李四、王二啦，都是人，你让其中一个人命断啦，啊，都是结重罪啦，因为你有杀人的动机，虽然你是原的张三，
但是都是人啊、哦，这样子。那这个后面这个解释，意境来，张人不死，张三没有死掉。那这时候呢，你看到王二李四，哎、欸，哦，他不是我要杀的对象，哦，我的杀意就停下来了，用住方便。所以针对杀张三这件事情来中，你还没进入根本，用住方便，这叫进差。哦，王二来的这个，王二来的这个叫做进差。嘿，好、哦，到这边，好、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哦。啊，第下节课再说。那刚刚的进差，哈、哦、啊、这个上个72页所讲的，大家有没有问题？好、哦，刚刚我们举这个借本书举的这个例子，哦，克星在张，张就是本，张三就是本进，哦，本进本来的本，本来的境界，就是你本来要犯这个杀戒的，的对象啊，本进，啊、哦，然后呢，这个亡人呢，这个就是属于意境，那意境当中有分所谓的。人意境，还有所谓的鱼意境，鱼意境就其他的，非人畜生枯木啊、哦，这样子，啊、哦，这简单这个章节啊，这个要讨论的对象，啊、哦，讨论的这个议题，哦，好、哦，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借本书这边的哈、哦，第一个这个元王章节望人不疏就近沉重，啊、哦，所以望人不疏，重点在望人不疏。你在犯杀戒的时候，他不，诶、欸，不能说我本来要杀张三啊，那我杀的是王二啦，我又不是杀张三，但是张三、王二都是人，所以望人不疏，所以他就是结什么，都是结根本杀人的杀人罪，不是说我杀张三结上品罪，不是，是杀人就是结上品罪，哈、哦，是这样子，哈、哦，所以不管你杀错别人，哈、哦，反正都是杀人，就是结上品罪，好、哦，好、哦，那。那假如是什么张三不死，哦，那你杀一又喜啦，那就结方便罪，杀张三的方便罪啊，这样子，啊、哦。所以刚才这个元王章节望人不疏结就近重罪哈、哦，这个我们来说一下，哦，后面也会提到，哦，这个两种情况有比较微细要跟大家说明，本境的部分杀张三不死，哦，那意境王二死掉啦。那试问诸位，本境不死，然后意境死，那你同样都是人哦。那问一下，本境结什么罪？意境结什么罪？对，哦，本境的部分张三不死嘛，哈、哦，你原来你是你的方便，你在方便死的时候，你是圆着张三要杀张三，所以你到近方便的时候，近方便已经中了中品罪了。结果你圆的境界突然是王二，可是王二之后你再转念再把王二杀掉了，所以呢，为了张三这件事情，他只是拥住在方便，所以结中品的方便因罪，针对王二，针对张三这个人来说，你结一个中品的方便因罪，杀人的因罪。那约了这个王二的意境来说，哦，因为王二你看到王二一样，哦啊，你也把他杀掉了，你也清楚是，哦，但是你是王圆着什么？圆着王二。哦，圆着张三来杀王二，这时候你虽然内心有，约着是不同人呐、啊，但是都是人，哦，只是名字不同而已，哦，但是他都是人，哦，所以呢，你把王二杀掉，所以这王二这件事，你还在这个意境，你要再结一个上品的杀人罪了，哎，是这样子，哦，那、哦、这样，所以你讲这就这个上面举的例子，这样你就变成有两个罪，一个是张三的方便的因罪，哦，啊，还有这王二意境。好的，这个果罪啦，好上品的果罪。那假设今天刚好我再举一个，把这个他不是王二，他是张三养的那只宠物犬，好，因为晚上你看不清楚，他躺在他的床上睡觉，好，你把他杀掉了，那这样的情况呢？这样情况怎么解？啊、哦，本境啊、本境张三不死，一定是方便因罪，哦，这个就确定的，哦，那意境这只畜生。哦，这个要讨论啦。假如你清楚它是狗，你再把它杀掉，那是结中罪，是中品的果罪是对的。假如你当时在杀的时候，暗看不都是哎，他你就把它当张三散，这时候针对意境，这只畜生死掉是不结罪的，因为你没有要杀那只狗，你内心都在造罪的过程当中，你都是约着人张三在杀哈，哦就不结那个什么意境，就不结那个畜生的中品果罪没有。哦，虽然你把那个狗也杀掉了，但是你内心在杀当下是圆，一直圆着什么，圆着张三这个人，
啊，这样子。哦，好，那这个简单哦，再补充说明。我们再翻到这个73页，哦，这个蛮复杂的，但是你也要把它试着把它弄通，因为这个有时候缺缘不成啊。因为我们有时候在犯戒过程当中，这个时候你弄清楚，有时候我们的内心的相貌，你就慢慢越来越清楚。哎，我的起心动念。好 ，OK。对，他都是要杀人。哎，对，有一种情况，后面也会情况，我们在犯戒当中有所谓的克星，然后还有一个所谓的大慢小大慢小慢克星。对，那大慢是什么？大慢是什么？你通的慢嘛，慢就三点水再加一个曼谷的慢，它慢就好像水溢出来，溢出全部的地方都淹慢了，就代表说你的内心客定是什么？不管人，不管天人，不管畜生都要杀，叫大慢。好，哦，你说你的心是什么？所有的友情都要杀，叫大慢。那另外小慢是针对什么？人去，只要是人他都杀。好，哦，那第三个客性就是什么？我客定一个对象就是某甲，我要杀其他的人，我不杀。啊，这样叫克星。他到时候他那个内心有所谓大慢小慢克星这种情况，那到时候他结罪又有不同，嘿，是这样。所以刚才你举的那个随意杀人在捷运杀人那个，他是什么？他就看他当时的心。假如他这个人是受了戒的，那他是什么？在车上他逢人就杀，那这个就是他克星在人。会不会说连畜生在也杀？那假设这样的情况，可能他是什么？大慢的心，那这样杀人也杀人的结是杀人的罪，那畜生也结畜生的罪，哦，对。但是那个真的那个够夸张哈，那一般假这样，他有点，哎，对，但是他又有意识在了，他假说受戒人，他应该戒也还会在，幸好他不是佛弟子哈，哦，对对对，他是一般，他可能现在很多这种状况，嘿，哦，这个不晓得啊，哦，现在人的精神的思维不知道受什么样影响，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我们都没办法想象，哦，一般我们正常人没办法想象能这么狠心下去做这种事情的，啊，但是以这个刚才那个事件点，他假如没有受戒，他只有业道罪而已，业道罪没有犯戒罪，哦，这样你了解吗？哦。啊，业道罪就没有分什么上品、中品、下品。上品、中品、下品是我们自教罪约的要忏罪，你要用什么样仪式来忏，它有分，哦，是这样子。好，我们看了73页啊，行中四允，好，再来解释这个出名差相啊，出名差相就是境界啊，境差的相貌。那且举张王两姓，以分本义二境啊，张三就是本境。然后王二就是义境啊，哈，哦，本义两境。那元下，哦，二劫犯，哦，元下二，哦，就第二个。那有这个什么劫犯又分成两个，哦，这个初劫义境，啊，由下是劫本境，哦，那，这个初劫义境就是元王张杰啦，望人不淑，哦，就近众沉重，哦，这个叫劫义境啊。哦，那由下由义境来，这个是什么？劫本境啊，劫本境就是劫本境的这个方便罪。那劫义境就是劫义境的这个什么？根本的上品果罪，哈，哦，这样子。那罪是中罪，哈，哦，由下这个劫，哈，哦，由义境来张人不死，哈，哦，杀义又起用住方便的境差，它是劫什么？劫中罪啊，这个中罪要写一下方便的因罪，哦，这样你们会比较会弄清楚，哦，因为有果罪跟因罪不同。哦，果罪就是根本罪啦，哦，那这个，因为我们根本罪假杀畜生就是，哦，根本罪就是下品罪嘛。你假下你假写下罪，然后你就搞不清楚到底是劫生嘛。好，哦，好，哦，所以这个戒是这个罪是方便的因罪啊，好缺缘方便也啊，哦，这边说明出来了，啊，哦，就是因为缺的这个啊缘啊，这个境界没有来到现前呐，啊，哦。那张三没死，所以你杀意又停了，所以就缺缘，就没有进入根本时，哦，就拥住在方便，所以就，哦，这样子就结方便的因罪，哦，好，因为他这边举的戒本书举的是义境来，哦，义境来，那义境是他的义境来，他指的假设张三来，王二来，那王二来有那种情况，你知道王二，你把他
又把它虽然是你内心，不管你内心想的是王二还是张三，好，你把他杀掉都是结根本重罪。这时候讲王二来，哎，你看他不是张三啊，你停下来，那这样子就是什么？这个结方便的杀张三的方便重罪。好，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哦，一下是什么方便罪啦，一下什么果罪啦，哦，很复杂哈。你已经把它弄清，其实它就是，一件事件的发生下来，你聚缘，你走到哪一边，就是我们走到方便，看你方便远近次哈，远次近，然后再近的远，全部具足都进入方便。啊，他现在目前讨论在这边。那我们这个章节所讨论都是什么？不进入根本，都在方便时发生的这个缘有发生不具足了啊，他结的罪哦，就是结方便的因罪哦，是这样。好，第二类问答，问答中分两端第一问意境无心，二问因果差别那这个问意境无心就是说问对这个意境我们起前面那个例子意境就是王二嘛，王二来本来是没有杀心的，怎么会犯到杀王二的重罪呢这个是问了。其实刚才师父也有简单解释过待会我们再看这本书的解释。那第二个是问因果差别本境意境在这个什么境差当中，它的因地跟果上的差别是如何啦是这样子。本境意境在这个境差当中它的因地跟因跟果上有什么样的差别因跟果上有什么差别我们看着第一端先说明到这个问意境无心它的情况这个借书云，我们请同学念一下73念到74然后好。借书云问：本杀王时，但作章戒，无杀王心何因得重？答：张王非罪缘，人是杀境，虽无王心，然有人想杀缘聚，何得非重？是故。律云：男想杀女，活言上罪，可以列之。OK， 好，请放上。好，这边就说得很清楚了。刚才师父也有简单都说明过。问，这个是宣主的一个自问自答。问本杀王死，这个不是杀国王这个王二郎本杀王死但作章节，就是你在正在当下在杀王二的时候，你内心想的是张三这个的意思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章节讨论的意境，王二的这个意境来差。来介入到这个本来我要杀张三的这个事件当中，那张三不在现场，是王二来到这个现场了，所以那当时呢，你内心还是做张三的想的解读，所以章节，那无杀王心何因得重呢？所以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把王二杀掉的时候，你内心正想着张三呢，那怎么我没有杀王二的心，怎么会得重罪呢？他这么说道。这问答还有人有这么疑问。哎呀，地震，昨天就有地震，有地震啊，时间无常，国土为脆。对啊，昨天有地震，但是昨天有地震没有感觉到。那他们也有预估啦，说可能这两三天还会有地震北部比较明显宜兰啦宜兰这边。希望这个地震都这样小小的释放不会有太大的灾难这样好所以好所以我们这个烦恼也要什么慢慢的释放才不要爆大的释放一爆有时候很严重好我们看着这个73页我们被这个缘打断了地震的缘打断了好的我们看这个答这个叫原差好，答这个张王非罪缘所以境界不是罪缘重点是什么？重点不是他姓张啦，姓氏的关系这个张王非罪缘，不是说他姓张有罪，姓王有罪，不是的是不管姓张姓王啊，都是人所以呢，姓氏张王非罪缘，人是杀尽
主要他那个境界是忍，哦，这样子，哦，重点在这个忍，哦，所以你不管杀百姓啊，只要都是忍，你都是犯杀戒就对了，哦，那虽无王心，哦，就是你内心虽然没有杀王恶的这个心啊，然而、哦，然而就是有人想，但是你确定虽然没有杀王恶心，但是你内心想的是张三嘛，那试问张三是不是人？是的，所以你就是有要杀人的心，哦，所以呢，啊，确定了，你第二个缘，你内心是有人想的，那第一个境界，不管张三王二都是人，啊，哦，这样子，好，这两个缘都具足了，好，哦，那杀具也具足了，啊，你也有杀心呐，好，哦，那结果呢，把这个王二杀掉，哎，王二确定是命断了，虽然你不是杀到张三，但是以杀戒来具五缘成犯，是不是？人想杀心。心方便，好，然后再杀命断，哦，所以五缘具足了，所以你即使杀无心杀王二，但是你也把王二杀掉了，哦，那这样子，哦，会得重罪，哦，然有人想杀缘既具，何得非重？哦，他用反问的啦，然而有第一个是人，又有人想杀缘既具啦，哦，那你又有杀心啦，最后的对方命断啦，那这么怎么不会得重罪呢？何得非重呢？哦，意思是就会得重罪啦，哦，哦，这样子。是故律云，哈，哦，律云就在律藏当中有说到，这个人想杀女，佛缘上罪，可类之，哦，所以依照这个什么律藏所借，我们在律藏里面说到的，哦，虽然你要杀的是男众，结果呢，你杀的对象是什么？哎，他可能是短头发。啊，比较中性，啊，你把他杀掉，啊，欸，我不是啊，我要杀男的，他是女的啦。佛言说，还是因为你杀人，还是上品罪的，哦，可以类知的，所以就引律来证明，哦，你杀本来要杀张三这件事情呐，啊，哦，你把王二杀掉了，哦，这一情为什么要结上品罪的原因，哦，这样子，因为都是境界，都是人，哦，聚缘成犯，哦，啊，也引这个律藏来加以证明了，啊，然想。杀女和佛缘上品的果罪。那来我们看七十四页，行中四云初问，好，哦，以心境即差，理非结罪。哦，这边有特别说你明道有没有心跟境有差别啊？你内心想的跟境界有差别啊？理就道理上是不会结上品罪的，啊，因为什么要心境相当才会结什么根本嘛？哦，这边意思。哦，那答中这个。哦，答，哦，出正答，哦，望张进差，望张，哦，望张王二来嘛，哈，哦，所以约的张三甲王二就是进差，那望王心差，哦，望王心差，那你正在杀王二的时候，你内心是想着张三，哦，那望的这个张三来说，王二是进差了，那望了你当下在杀王二的。杀这个境界的时候，你内心想的是张三，所以呢，这两个有境差跟这个心差啦，哦，故云非罪，哦，应该是正常，应该是非罪啊，哦，哦，这个意思，他就理上来说明是这样子，哦，那再来，张王是别，哦，他的张姓张姓王，他的姓名是有差别的，但是呢，不管张三跟王二，他都是什么人啊？对的，重点人去是通，哦，人去通。哦，张王是别人去是通，今就通结，哦，那今天呢就就着这个什么通来结罪啦，哦，聚缘成犯就是他聚缘成犯里面没有分说用姓氏来加，姓氏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缘，没有，他就是以人去是一个缘啦，哦，是当中的一个缘，哦，所以就通结故成杀众，哦，所以呢就今天这个杀虽然你杀内心想的张三，但把王二杀掉了，这件事情，哦，是要结上品果罪的，啊，哦，事故下就是立证呐，啊，就举四分律来加以证明，啊，哦，指那个律藏来加以证明呐，啊，哦，这样这个没问题，啊，哦，有没有问题？就理上我们是要心境相当，心境和，哦，没有差别，哦，那这样才会结重品罪，上品结根本罪，那这边说心境既差，理非结重啊。哎，他就问啊，哎，这个，他就做这样问答，应该是不要结重才，不是结重才对，怎么会结上品罪呢？哦，你看望的张的进差，王二的进差，他是有进差。那望杀王二当下呢，你内心是想的张三有，哦，有想差啦，哦，心差，所以这两个都有
有落差了，怎么会结罪呢？哦，主要是都是这个杀戒来讲，都是以人去，他们两个都是人，所以来结上品罪。这个这样的一个行踪记解释应该很清楚。那再来，我们看着旁边的小字，这个是弘一大师准上书文啊、哦，准上书文就借本书啊、哦，四杀戒于人意境不开克心。好像这个杀戒当中呢，人意境啊，人意境就是什么？本来杀张三，结果人王二来啊、哦，这个人意境啊、哦，不开克心。刚好我们讲说杀人那个心有所谓大慢心、小慢心跟克心嘛，哦，所以人说四杀戒不开克心啊、哦，若具下别啊、哦，若具下啊、哦，别减信众章啊、哦，变错误文啊、哦，错者开。误者犯，哦，就是错杀开源，误杀是什么？犯，哦，乃犯就是乃会结根本，哦，错杀误杀，我们到后面再来讨论，哦，在他也有所谓的错杀跟误杀的，我们这个第几章啊？信众第几章？我看一下，好像是第。要看前面了，我看，我把那个，哦，我们这个慈范总义的第八章，哦，你可以把这个这边句名第八章，哦，若具下别了哈，这个就是第八章，哦，我们看的那个前面第七页也有哈，别减信众当中会讨论到这种所谓错杀跟误杀的情况。好，那错杀呢是开源不犯，不结根本。那误杀呢会误杀人呐、啊，会犯，会结根本。好的，这样子。好，那后面他也会有很详细的说明。好，我们到时候讨论到第八章再加以来说明。好，我们简单这边先这样子。好，我们看着第二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好，没有，我们就往第二端哈。问因果差别，哈，问因果差别，啊，这个借本书，我们请同学念一下。借书云：问杀王重罪，乃取张因而成疾果，未忘张边别有方便。好，到这边了哈，对，没错。好，这问借本书就问啊，问说杀王重罪，乃取张因而成疾。成疾果了，而成疾果，疾果就是什么？结根本的上品罪的意思，因为我们刚才讲杀人结上品果罪嘛，王二他也是人，那望张边别有方便，那这望方便别有方便，他就做这样一个问答，是不是望方便有另外有个别有方张三的方便罪啊？刚才我那之前也有稍微提一下，那我们来看这边怎么解释的哈，他做这样子。应该是说问杀王的重罪，乃取张因而集成，张因而成疾果，唯望张边别有方便，但后面会借本书七十五页会有答。我们先看行踪记的解释，出序问，序问意味，七十五页意味果成因末，因无方便，古有一解，故问以决之的。我们之前不是有讲到四分律说什么？我们譬如说我们杀戒杀人，杀人的时候，我刚开始前面方便都是结因罪嘛，方便的因罪，一直到进方便，那最后原句进入根本的时候，说懒因成果只结一个什么？我们四分律只结一个什么？杀人的这个上品果罪，对不对？我们上礼拜应该有上上礼拜有提到这个懒因成果，那不同路的这个升起律还是十送律是什么？方便了方便的因罪，果罪根本时有根本时的果罪，它还有两个结罪。但是我们这边讨论的依四分律来讲，它在古人时候就会问就有这样，因为不同部律，它就会有这样的疑问，疑问哈，所以果成因末啦，因无方便啦，因无方便，那这样子是不是张三这件事情就有上品果罪，然后张三这边就有方便因罪就不算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意思。那古有一解，故问决之。所以呢，针对这个提问古德有不同的看法解释啦。那所以呢，这个
道宣这个什么林芝律师啊说啊，宣主啊针对这个问题啊特别把它提出来加以说明，做一个问答来加以自问自答，把这当中把理道理啊厘清清楚，到底是只有一个上品果罪就好呢？针对这个克星杀张三，结果把王二杀掉这件事件，哦，到底要结几个罪？哦，他把它先把它理清清楚啊，这样子，到底是结一个上品果罪就好呢，还是有一个杀王二的上品果罪，然后再加一个张三的方便应罪呢？哦，他做这样的解释。好，那我们看着这个借书续云七十五页中间哈，借书续云这个解啊，这个答，我们请同学念一下哈。借书续云解云：张王性别，人尽不殊，众果未别，亲因相等，故染张因，用成王众。如律本中列过五因，用成五种。好，请放掌。OK， 这个地方哈，这个问答有，这个是什么？这行叫做古解，引解就是古德的解释，哦，所以后面这个七十六页还有一个借本书了，哦，后面又有精解，哦，是道宣律主的解释，哦，他先引古德的解释加以说明，哈，哦，这个所以这个。好，我们看了这个问答哈，这个解云古德解哈，这个解云就是古德的，啊，张王性别人尽不殊，哦，众果未同，就是根本时结的上品罪啦，果位是相同的，然后所谓亲因相等，方便时的这个什么因罪啦，因为哦就是因果的哦因哦，方便时的这个因为是相等的。相等的，就是代表让他杀人呐，啊，故染因染张因用成王众，就染本来你在方便时是要杀张三，客气是要杀张三的，把染这个杀张三的因呐，啊，然后再突然间来一个王二的进插，你把王二杀掉，最后呢把王二杀掉这件事情，整件事情来加起来就是什么用成王众，所以就是只有结这个什么王二的这个根本的重罪了。哦，他是意思是这样，染张三的因地这个方便时的这个，这个什么杀种种的造作啦，这个缘，然后成就王二命断的这个上品果罪。哦，这是古德的解释，哦，古德的解释。哦，那如律本中，列过五因，用成五众。哦，那在四分律当中的道戒，哦，四分律当中的道戒，哦，列出四种，哦，这个道过五前的因呐，啊。哦的因心，哦，然后得这个五钱，哦，那他这个是啊，哦，这个古德的解释啊，哦。那为什么他会用这个道戒来举例呢？哦，他说，因为这个什么，这个道戒当中，这个不管你是什么，五钱或到过五钱，都是结上品罪，哦，他用这样的一个道理来解释说，那这样应该张三呢，啊？这个什么张虽然你因地要杀张三，但是你把王二杀掉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什么染张三的因成这个杀王二的这个上品果罪啦，应该也是可以的，哦，他用盗戒来举例嘛，因为我们盗戒当中你要偷盗，你假如偷盗四钱是结中品的啦，那你假如偷五钱是上品果罪，那超过五钱也是上品果罪啦，那所以应该是可以这样来立比在来立来来了什么来。来比况是可以相通的嘛？哦，古德用这样的来解释哦。那我们看了行中记的解释，哦，二引解有二哦，就有两段哦。这引古德的解释分为两课来加以说明：出古解为二，出立理哦，建立这个当中的道理根据啦，他先把这个立论讲出来哦，立理。那为本意病人哦，不管本境或意境呢，都是什么人去。哦，因果无别，故染相成，故染因成果啦。哦，染这个因相，然后成则这个果，哦，果罪，哦，这样子。哦，因果无别啊，因为都是什么人嘛。哦，他的意思是这样。哦，那如下引例，哦，如律本中哈，哦，那个引例的引律藏通中的文，哦，来当作例子。哦，啊，如律。哦，盗戒有四句哦，在偷盗盗戒当中有列出这个，四句啦。
哦，就是这个敬享句有四句哈，哦，这不是敬享句，哦，应该说道偈有四句的节罪的不同哈，哦，他这样这边说到哦，这个一方便求过五钱，哦，那得过五钱上品罪，哦，就是你方便，你本来你照你的发心是要什么，偷五钱以上的东西，那结果哦，你到时候你偷到的东西也得过五钱，哦，结只有结上品罪。那第二种情况，若方便求过五钱，结果你根本时候得到的是什么？只有五钱的价值，而，啊，也结上品罪，好，哦，这个意思。好，哦，再来我们翻到这个76页，好，哦，第三种情况，求啊，方便求过五钱，得减五钱终罪，哦，这时候你本来你都发心要偷五钱以上的东西，结果呢第一种情况是，哦，过五钱结上罪，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刚好五钱，哦，得也是上罪，那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减五钱，哦，啊，它的价值不到五钱，结中品的果罪，那第四种情况，哦，求过五钱不得，哦，这没有偷到，没有偷到的东西，哎，结中罪，哦，这样子。那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说啦，来说明，哦，来说明。所以第一个是得过五钱，第二个是什么？得五钱。第三是什么？得减五钱。第四种情况是什么？不得，哦，不得，哦，不得。好，那金银啊，第二啊，金银第二过五方便啊，那成啊，能成无果。能成五的五钱呐，啊，哈，今引用第二种情况，就是什么？你要第二种情况是什么？要求过五钱，结果得五钱，哦，那上品罪，哦，此意因果两别，染相而成，可以为例，哈，哦，这个意思。古德就是哦，这边说过的这个知主的解释的，哦，行中记知主的解释说，解释今引古德，哈，哦，今引第二个，哦，引用四分律的第二句的。方便求过五钱，然后根本时得五钱，哦，这种情况，哦，能成五钱啊，哈，哦，的果就是果，果就是果结根本的果罪，就代表这件事情你已经偷到五钱了，哦，那这个律子来比况啊，此意因果两别啊，那我因地方便时的时候，我是要求过五钱的啦，那我进入根本的时候，哎，刚好得五钱啊，哦，那这样子，那这他就两因果两别嘛，那染相而成。可以为经历的，哦，所以古德用这样的律藏这个道界这样的来比方说杀张三，结果张三没死，王二死掉，结上品罪，哦，他是结一个上品罪，哦，染因成果这样子，他用这样来比况这个杀戒的，哦，这样子，这是古德的解释，哦，古德的解释，哦，哦，他是引这个若方便求过五钱得五钱上罪，这个到这边能理解吗？有点复杂哈，可以哈，那没问我们就进入下一个。好，这古蝶的解释就是说，哦，我们刚才那个道玄律就举的张三，本来克星杀张三，结果杀掉王二这件事结上品罪，哦，上品罪只结一个上品罪。那这个古德就是只有认为结一个上品罪，他的根据是什么？根据这个律藏当中四分律当中的第二句方便求过五钱得五钱这个例子来比况，因为因果记哦因果。两别嘛，最后染因成果啊，哦，啊来加以比况，哦，这是古德的解释，哦，那接着我们看76页，哦，借书续引，哦，这个是经解，哦，这个是这个什么宣祖的解释，哦，他来难破这个古德解释，可能有稍稍可能有疑问，哦，有疑问，哦，他的论述结论不是很恰当，哦，那我们看这个借书续引，请同学念一下。借书续引问。既然张英成王国者，本立净差方便，今因成果，无净差矣。好，请放下。好，哦，啊，这个就是道玄律祖的难破，哦，这个出经解啦，啊，的这个就是经解当中的出难破，哦，这个行中解，啊，这个林芝律师的安科，他问，哦，开始的。好，那既然古德的解释是这样子啦。那接着我来问古德啦，你都只有结一个上品果罪啦，哦，杀张三结果王二杀掉，只有结一个上品果罪，你引道界这样的例子来比况，
哦，那我既然您已经做出这样的结论，那今天我来问一问，哦，提出质疑，哦，既然染张因成王果，哦，王果就是杀张因弟弟，你是要杀张三，结果把王二杀掉了，成就王二的哥这个王二的根本果罪了，哦，这样子，哦，上品的一个上品果罪，哦，那这样子的话会有什么情况呢？本利尽差方便，哦，但本这个什么，本就是这个我们本第四阶第四这个第四项的啊，第四项的当中的这个第四项讨论的啊，本利就第四项本利的尽差方便哦，就是我们这个第四项哦，我们的这个第四项就是尽差嘛，对吧？啊，对。我们今天就继续讲，所以这个本就不是本啊，这本项当中第四项当中所讨论的建立的净差方便，哦哦，净差方便，那这样的方便因罪啦就不成立啦。你假这样说的话，染张因成王果啦，那干嘛还要立这个第四项的这个净差方便呢，啊？哦，那净因成果就没有就什么无净差矣。那假说染不同的因成同共同成一个果啦。那这样子就变成什么？没有净差的差别啦。这样子，哦，不管你要杀张三，你客厅杀张三，不管王二啦、李四啦来，哦，那就不分辨啦，都结一个上品果罪。那这样干嘛还要安立这个什么净差的这样的一个，明仁义净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呢？哦，就不需要啦。哦，这是什么？宣祖用这样来难破这个古德的解释啊，说你这样的解释是有问题的。哦，你这样结论是，那这样的就没有所谓的净差这样的一个方便因罪了。好，哦，那这个行中四云二经解有三出难破，哦，以染因成果，果成因灭，啊，哦，净差不利，哦，故之非也非矣，哦，所以净差就这个净差就没不用需要成立这个净差这样的一个缺允不成啦，哦，故之此说不是正确的，哦，故之非矣，哦，所以这样的。古德这样解释是没办法成立的了，哦，这个是宣祖的难破。那这接下来七十六页借书续云，哦，这个是第二个情况利益，哦，我们请同学再念，哦，请下。借书续云，今正解云：人去乃同，行者有意，不染相成，与王未交，属前张因，对王已去，别起方便。竟染王因，还成正果。本净张因，拥住方便，好此方便，名王净差。好，好，我们把这个解释完哈。那接着这本书所解释的就是说，今正解云，哦，今天呢，啊，这个宣祖说，正确的解释是要这样子的，哦，古德解释有问题，他已经有难破了，所以他既然有要执。难破别人，他要提出正确的解释啦。哦，宣祖说：“人去乃同。”哦，第一个这个举的例子当中的人，杀戒当中人去都是相同，行者有异，但是外形是有差别的。因为什么？他姓氏不同。哦，张三跟王二，哦，他们不同人，不同，但是都是人。哦，那不染相成。哦，所以不会不要不染这个什么染不同，不染这个因哈因张三的因成为什么？杀王二的果啦，哦，那这时候呢，这个与王未交，假如还没遇到王二之前呢，因为你之前的计划都是要什么，方便子都要杀张三嘛，对不对？哦，所以你是约了张三这件事件来讲，哦，属张因，哦，方便子都是杀张三的这个因呐，啊。那如果来到这个现前境界的时候，结果有这个王二的仁义尽来到这个境界，来到我们的面前，那对王二已去啦。那当下王二现前的时候，你把他杀掉了，哦，那对王已去啦，别起方便，哦，别起方便啦，就另外对这个王二又起方便啦，哦，很快的就把他杀掉，哦，他因为我们知道方便是可能会很久，也有可能当下，哦，他的当下的一个念头起来，哦，他就做了。哦，所以呢，对王已去，别起方便，啊，既染王因，还成正果，就染王二的这个，另外再结一个王二的这个什么，杀人的上品罪，哦，因为有把王二杀掉嘛，正果就是进入根本，哦，成就这个，不是修成正果了哈，哦，这个是成就这个根本罪，哈，哦，根本罪。
那本境是张英，用住方便，此哈、哦、号此方便为王差，王境差，哦，王境差，哦，这样就有成立所谓的，为什么我们要安立一个这个境差的方便的这样的一个缺缘不成的原因呐、啊？哦，那你只要照古德来解释，那就不需要安立这个境差方便呐、啊。哦，本境有张三的因用住在方便，但是这王二这件事情，另外他又起来又杀掉，那这个王二的这个因，因为王二即使他内心有想的是张三，但是他是杀人，哦，对这个仁义心这件事情，哦，这个人也是死掉了，所以就染王二这个因还成这个什么国，哦，因为当下这个人还是人嘛，因为我们杀人当中不分有所谓的张三想法或王二想法，他单单只要是人想，就是什么啊？你聚远成犯就是结上明果罪，哦。但是约着张三这个本境来讲，他就是用住方便，哦。那约着王二来讲，就是进入所谓的这个义仁义经来讲，就结根本，啊、哦，这样子。那接着77页，我把行中事，我看、可以把它解释这页把它讲完再下课。那行中事云二利益有二，初通是因果各异，哦，就是本境的因，哦，然后这个什么张王二一人意境有王二的这个什么这个果成呐、啊，哦各异。那雨下二，哦雨下就是这个与王二未交这个地方，那解释也分第二个有解释，它又分成两个来解释，初名王果，哦，因为王二死掉了嘛。哦，但是你内心也是想着人杀人的这个动机，不管所以不管他姓氏，人还是确定是死掉，你有人想，哦这样子，所以呢就成了这个杀王二的这个什么，上品果罪。那本境张三这个下解释，哦是张英，是张英，解释张三的这个因方便的因罪啦，他的因罪哈、哦，言王啊、王境差者。以张是本境不得名差，故从意境以张差异，哦，所以这个什么叫？所以这个因为张三是本境嘛，哦，所以不得差，就是说，既然你假如说今天你要杀张三，境界也是张三，那这是因果是相合的哈、哦，因果是随顺的。那今天是因为这个就这个境差来讲，本来要杀张三，结果有一个什么来的境界是什么王二，所以我们不用张意境啊。哦张进差而用王进差，啊，这样了解吗？哦，故从，意境以张差异，差这个差异指的就是进差，啊，来彰显这个什么，王，啊进差，啊王进差，啊这样子。好的，那我们也把后面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可以哈，好。对，他对王的境界，他就是人。就是不是算误杀。这边不讨论误杀了。即使他内心想的张三，但是他确定他对方是人，对不对？他也以杀张三的动机去杀。可是不管你张三是王二，你的动机都是杀人。哦，这个比较特殊，所以在杀戒当中，不同姓氏的不管你是姓什么，只要是人，他讨论就是人。那只是说我们约着这个境差来讲。约的张王两个，那本来是要杀张三，结果杀王二。那王二这个对的张三来讲就是什么仁义尽，所以说王尽差这样子，嘿。就是现在不讨论，就是他知不知道他不是张，他是王，不讨论这件事。对。他就是杀人。对，就可以这么说。对，而且他也是清楚。对对对对，而且他内心在这个是他举的这个例子就是什么。本来要杀张三，可是现前的境界来的时候，他把这个人当张三在杀。哎，进步一样的。对。他确定是杀人，而且他内心想的是张三，对不对？啊，但是眼前是王二。眼前是王二，他知道是王二。他即使不晓得是王二，他把他误成张，内心是什么？但是这个，那你说这个误杀有没有罪？有，也算有罪啊？为什么？他内心就是要杀人。哎，对。对，没错。对，对对，不然你杀王二或杀张三都是要杀人嘛。但是他进差不
对对对对，就是仁义尽啊，这边讨论的就是仁义尽来差，所以他要结一个王恶的上品罪，这仁义尽，义尽的上品果罪，那这个本经要不要解？待会后面就会讲到了哈。来，我们看着这个戒本，这个77页，这个我们请同学再念这个问答哈。戒书序云：问，不染脏阴以成王国，何故律文染过五阴成五众国？答：彼以同损一族，原来有心，故得相成。张王既别，何得利也？好 ，OK， 好，这个就是四访哈、哦，这个妨碍的妨了哈，是妨难啊，是妨难，那别人就会接着说，所以我这个四访这个行中四云这个四访错边是女字访来对，哦。好，那这本书哦，他问，接着就说到问一个问答，不染脏阴以成王国哦，所以确定的是什么哦？我们这是不染这个脏阴来成为王的国，所以当约的本经来讲，要结一个方便的阴罪、中品的阴罪，那结的王恶死掉这件事件呢，要结一个上品的果罪哦。何故律云染五阴成五果众哦？五众果，这个是道界的哦，过五钱。本来你要偷过五钱，结果你偷了刚好五钱，那这要结上品果罪啊。那何故律你要这么说呢？哦，那答啊、哦，这个宣主解释说，彼以同损一族，为什么？因为在盗窃的时候，你不管盗过五钱，你结果你偷的时候，只有偷到四钱，或者是偷刚好五钱，或者过满钱，你要亲属人都同一个主人，对不对？哦，这个他解释的律文引的那个例子，盗窃的例子。哦，你本来要方便写要到过五钱，结果你偷到了刚好五钱，不管你到五钱或者不到五钱或者什么，哦，刚好偷减五钱，这个你损害了同一个主人，好、哦、这个意思。那答哦，同彼哦啊，彼以同损一组，那原来有心哦，故得相成哦，因为你要损害的是同一个主人啊，所以他因果可以相遂。虽然你这个得到的钱是什么？哦，刚好五钱或者减五钱，哦，那应该是说什么得本来要到五钱，哦，得五钱以上的结上品罪，得五钱刚好五钱也结上品罪，那同样都是要损害同一个主人，所以他是什么原来有心故得相成，他们因果是针对同损一个主人而言，哦，有主物的这个主人来讲，哦，故得相成，所以他可以染这个因成什么成果。染这个过五钱的阴成刚好满五钱的众果，哦，这样子上品果罪，哦，故得相成。那这边杀戒呢？杀戒的克星张王季别啦，他们姓氏不同，何得利也？哦，因为他不亲属的是不同的人呐，啊，哦，你这样理解啦？本来我要杀张三的啦，现在我把王二杀掉，这两种是假在法律来判，我想我们这两个是不同事件的，是不是？哦，他不是同一个。那今天我假设他偷某甲的钱，那不管你有没有偷，这个都同一个事件，就我就在偷，不管，因为我只偷刚好五钱啊，我本来是发现他偷过五钱，所以你不能判我上品罪，不是？哦，他一样是就是你要同损一个主人的盗窃的部分。那今天这边举的例子是什么？张三跟王二虽然都是人，但是他是两个不同的人呐，啊，哦，他的性质不同，所以我针对这个境界要伤害，那对这个境界也要伤害。所以要结两个什么，两个这个什么罪哦，张三的方便因罪，那这个王二的根本的上品果罪哦，所以呢，这个宣主说了，何得利也？你怎么可以把这个杀戒这个张王，祭别的来比况这个同损一个盗戒这个，举这个盗戒这个例子来相比也不可以的哈、哦。那行中四云三四访中哦，四访难哈啊、哦、就以向古师执此为例。虚为通知、哦、就是说古师都指这个用这个例子来比况呢、啊，所以可以染因成果这样的一个例子，哦、那必须要来加以会通，哦，令无后祸，哦，令那个后面我们这些学者啦，哦，以后啦、哦、不会有这种所谓的什么疑惑，哦，今无后祸啦，就哦令无后祸，哦，令无。使令哦，这个什么，后祸应该指的我们往后面学习的人呐、啊，不会再把这个搞错的，就不会用这样的例子来比况了，哦，令无后祸，哦，那答中，
哦，显示尽有一义，哦，不利可知，哦，那这个答中答当中就是说，他境界是什么？就是道界那个过午前那个例子是什么？他的境界是同一个主人。那这个杀戒杀张三王二这个境界是两个境界，啊，哦，这个一义，哦，不可立之，哦，不利可知，哦，两个这个例子境界不同啦，你不可能拿来做什么？来立那来比例啦，比况啦，不可能把这两个例子来把它当成相等的例子来举例，不可以的，哦，不可以加以来比例的哈，哦，这样子。令后无惑，哦，应该是使令我们后学啦，不再疑惑啦，然后会通啦。所以古诗的解释举那个过午前这个例子是比较不恰当的，哦，在这个杀张三王二这件杀戒当中不同。那杀张三跟王二，张三不死，王二死掉啊，这两个是两个境界啦，哦，两个境界，所以他结的是两个不同，哦，因为在杀王二当下又有另起方便啦。虽然他内心想了张三，但是毕竟是人死的是张，死的是王二，这个事件来讲，啊，是另外在结上品的果罪。哎，到这边有没有问题？这边大家回去可以再想一想，应该是不会太难啦，哦，因为本境跟意境这样去分。好，我们后面越假如往后面越的讨论，你就会越来越清楚啊，会越来越清楚。好，那假如没问题，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向下文堂附带来自回乡。